陈宇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小区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带上牛牛去邯郸玩。走吧，咱们要买好吃的、好喝的、好玩的，就是不带陈宇去。你看你弄的什么头？多好看呀！陈宇现在大了，我是管不了。我们俩因为穿衣服还有弄头发，我们吵了好多次了。革命思女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别去啊，当然不给你买任何东西。走了。啊，捡起来，拿走，咱们一会儿来个100元，随便够。我一会儿要去买饮料。嗯，我不跟你玩。我不跟你玩了。走吧，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100元全部都够衣柜狗的东西，来吧。我觉得会买的很少。他这里就有一个衣柜狗的贴纸。嗯，看看能买多少啊？来吧。这里也有一个衣柜狗的贴纸，正好最近要给大家做一个衣柜狗的手账。哇，不灵不灵的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衣柜狗的手账本，来一个看衣柜狗的便签页。这里有一个衣柜狗的便签，来一个。哇，你看一下还能找到吗？好像没了耶。没了。那你今天要挑战失败吗？再看一看，差得太远的话你也要结账，超出了你也要结账。这个是一个乌海创意千千乐的三丽鸥的，要一个吧。衣柜里面没有我喜欢的了，我们去给牛牛买一个贴纸吧。走，给牛牛买。对，你这么好。是啊，这个他喜欢美乐蒂的。他喜欢美乐蒂。是，来看看你超出了吗？啊，超支了，你自己结账啊。嗯，跟我走吧。我们偶遇粉丝了，戴上口罩，知道吗？一会儿跟着妈妈或者姑姑一起。刚刚我们挑战了，你花了多少？运气全部都是我买的，花了98元，没有超一次。嗯，差2块，咱们去给牛牛吧。行。嗯，你一会儿给粉丝聊会儿天吧。啊、不好意思。啊，没有。拜拜，拜拜，慢点啊，咱也走吧。走吧，去给牛牛贴纸。啊。我再给你一个，我单独给你买了一个美乐蒂的挂件，喜欢吗？他喜欢美乐蒂，他呢？我喜欢什么？我三丽鸥都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啊！拜拜。还没有等到了啊。